云何名为别业往间？恶难入世间人，木有持绳，夜见灯光，别有原影，五彩重叠。那么这个前面呢，我是大概讲这个别业和同分往间。那么现在呀，佛又给呀，用详细的解释怎么叫别业往间啊。这佛说的是特别详细的，我说的那个是大大开开的，你们要根据这后边呢，这就是改释这个别业往间了。云何名为别业往间呢？怎么叫别业往间呢？阿难呐，入世间人呐，好像这世间一切人啊，木有持绳。这个木有持绳，就木有啊，这红翼子在眼睛上啊，生这红翼子。夜见灯光，别有原影啊，五彩重叠。怎么叫别业啊？就是特别的，它与人不同的啊，因为它像标异现起，所以它得到的果报和这个业报啊也不同的。咱们木有持绳，持绳啊就是眼睛生的红翼子，红色的这个翼子，红色翼子啊，夜见灯光，晚间呢看见这个灯光。看灯光什么呢？别有原影的。这个灯光啊，有一种的原影啊，那个灯啊，四外有一种原影，原影啊就是那个圆的光。五彩重叠，这个圆的荧光啊，光影啊，所以说你竟在光影门头用事，这也就是说这个啊，你眼睛有毛病，看见那个灯也就生了变化了。生了什么变化？有个圆影，那个圆影里边呢啊，花花绿绿的，青蓝赤白黑，什么色都有。你说这个圆影是真的是假的？就好像现在啊，有的人呢本来木眼睛没有毛病，他自己呀要把它弄出个了毛病了。弄出什么毛病呢？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啊，生一种幻见。幻见呢就虚幻的那个不实在的那种见啊，看这个墙啊也变了色了啊，五颜六色的，花花绿绿的。哦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呢？我以前呢见过一个人啊，大姚他不知吃的是 LSD 啊，可是其他的那个环角圆呢啊，他一边看这个墙一边笑，笑得呱呱的这么笑的，也不停止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笑？他说你看啊，这个 color different color， 哦 different color 啊。你说这个和这个持绳的人是不是一样的？本来他眼睛没有毛病，他吃上这种药把他弄得哦颠颠倒倒的啊，看这个墙也变了颜色了。本来是这么墙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看着迪弗伦卡了。你说这是真的假的？那么他呢就认为这是真的了。一般没有吃那个药呢，人认为他是说梦话呢啊，说呓语呢，好像做梦啊，在梦里他说话似的啊。这个呢就是眼睛没有毛病，他要把他弄出这个毛病来啊。这是啊，这个夜见灯光，晚上看这个灯光啊，别有原影，五彩重叠。重叠呀 啊就是不止这五色呀 啊千万紫千红啊，可以说是啊什么色都有，
变得你简直没有看见那种颜色都有的，你说这个色是个真的是个假的啊？所以呢这个后边呢就更有详细的解释。于意云何啊？我就问阿难说，你这个意思怎么样啊？对于这个见解怎么样？此夜灯明啊，所现圆光，为是灯色，未当见色啊。于意云何？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子啊？阿难，这个夜的灯明，这个灯所明的所现圆光啊，所现这个五色重叠这种的光啊，为是灯色，可是灯现出的颜色还是啊剑现出的颜色呢啊？你讲阿难，此要灯色在非醒人，何不同见？而此圆影为省之观，要是见色，见已成色，在彼省人见圆影者，名为何等？这啊，又问阿难。世尊问恶难说，恶难呐、啊，此要灯色，你要说这个圆光，这五彩圆光，五彩这个圆影啊，这个圆光现出这个五彩的重叠这种的境界，要是灯色，要是灯上自己有的，既非醒人，何不同见？那么在非醒人，可是啊，那个非醒人，非醒人，什么是非醒人呢？非醒人呢，这是指的佛，佛就是非醒人，和这个一切大菩萨，这都是非醒人。醒人呢，就是俺们的众生，俺们这个众生，那个灯啊，灯就是个真理，灯啊是表示真理的。啊，可这个佛啊菩萨一看就看见这个真理，俺们众生一看呢就看见那个圆光，这个灯也看得见，但是灯外还有圆光，五彩重叠，这是啊一切众生凡夫啊这个众生所见的。怎么叫五彩重叠呢？五彩呀、啊、就是表代表这个五蕴，色受想行识叫五蕴，而此圆影为省之观。那么这个佛呀是一个非省人，菩萨也是个非省人，这一切的凡夫就都比方省。这个五彩重叠，这就表示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、啊，把俺们人呢、啊、给圈住了，圈到这个五蕴里边，犹如那个灯，那个有省的人看见灯也有原影。本来这个灯就是个真理的表现，表现真理，可是它恍恍惚惚的，虽然知道有灯而见到这个圆影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呐，被这个五蕴色法捆住了，所以呀、啊、见不着这个真理，所以说是啊若难要灯，此要灯色，这个要是灯现出来的
非省人何不同见？那个说没有眼睛、没有红衣子的这种人，他怎么看不见呢？而此原影，而这个原影为省之官，就是这个有红衣子的这样人，他才看这个灯啊，变成有原影。不但灯有原影，这个眼睛花了，好像你那个我常常看见的，有很多的女人，在中国的女人呢，都会做针线。眼睛花的人呢，看见那个针鼻呀、就变成两个了。本来是一个针鼻，他一看看成两个，为什么他眼睛花了？那也就是啊，这眼睛有省的表现。为省之官，只有这个有红眼睛义子这人才能看得见这五彩的光。要是见色，要是你说不是这个灯的色，是这个剑的色，剑已成色，剑这个剑已经变成一个色了，再比省人见原影者名为何等？那么你要说这个剑变成这个五彩，那么可是那个有眼睛有毛病那个人见这个原影，这个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又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这是佛呀来问恶难。福赐恶难，绕此圆影离灯别有，灾何旁观屏障几焰，有缘涌出离见别有，应非言主，云何省人目见原影？如此佛呀又给恶难呢再来深了一层来说，说恶难呢绕此原影，假设这个原影离灯别有，离开灯啊还另外有个原影，不是由灯生出来的。你的意思呢，就是离开灯啊，另外有个原影，在何旁观呢？那么离开灯有原影，那么所有的屏障啊、极焰呢 都应该有原影。都应该有原因，好像这桌子也应该有个原因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有原因，但它没有。离见别有，离开呀、你这个见另外有这个原因啊，应非言主，这不是啊，说你眼睛看见就有这个原因，你眼睛看不见就没有啊。你离开这个灯要有原影，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有，不是单单你看见这个灯才有这个原影。云何省人目见原影？那么既然离开这个灯有原影，一切人呢都应该看得见的，不单单呢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才能看见。那么现在你为什么云何省人，云何这个有眼睛有毛病这样人目见原影，他的眼睛见这个原影，旁人就看不见呢？你讲一讲这个道理喽。是故当知骰师在当鉴定为影，迎见俱省，见省之定，终不应言，是当是见。
于是中有飞灯飞剑，是故当知释迦牟尼佛说，因为上边所说这个道理，所以你应该知道，恶难呢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应当啊，当知啊，这里边就有一种啊，警惕词，有一种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有一点呢、啊，怪宅的口气，说你应该知道啊，你应当知道吗？这么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，你真是太笨了。才是在灯啊，这个五彩重叠这个彩是在灯，这也就表示啊，这彩受想行识这五蕴呢，包藏着依着这个真理。这依着真理，才是在当。见病为眼，这个因为你眼睛有了毛病了，有了见病了，所以又有了眼了。这个色，灯是一种有色的东西。那么你这见也生了毛病了，这个见毛病并不是说见生了毛病。是眼睛上啊生出痴醒来了，而有的毛病为影啊，才有这么一个原影啊。影见俱醒，这个影原影和这个见两种啊都有毛病的啊。这个两种虽然说两种有毛病，实际上还就因为你这个眼睛还有醒。有绳，有这个红衣子，所以啊，见绳非病啊。你这个能见到这个绳，这个圆光，这个见呢、啊，这个见病没有什么，没有生病，这个见呢、啊、没有病，啊，终不应言的，你。不应该说是灯是剑，你不应该说这个灯就是个剑。于是中有非灯非剑，但是你也不应该在这里边说这个不是灯不是剑，不应该这样讲。所以恶难，你要这个道理明白了，你也就不会任务为己了。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，好像什么呢，前面也说过这个例子，现在又举了，说是啊，入第二月，好像这个第二个月亮似的，非体非影，这个圆影呢也就等于那第二个月亮，不是另外有个圆影的体，也不是在这个体上有个圆影，根本就都没有的，是因为你的眼睛有毛病，所以看见这个圆，看见这个圆影。何以故呢？什么原因呢？第二之观呢？啊，捏所成故，你所看见那个第二月呀、啊，是捏目啊，看见这个第二月，你把这个眼睛啊。你也成两个，所以看见两个月，实际上那两个月就是一个月啊。第二之观，涅所成故，涅目所成的。诸有智者，你有智慧的人不应说言，不应该说此涅根源呢，你捏着眼睛啊，是行非行啊，离见非见，
你不能说呀、这个捏的这个眼睛，这是你的形啊，可不是你的形啊。离开这个剑就不是剑了，你不能这样讲的啊，离剑非剑啊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找是找非的。所以这个剑，剑由离剑，剑不可击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啊竟这么样子吹毛求疵。此以入之，木风所成，今欲名随是等世间，何况分别非等人间。此以入世，这是啊，我所讲这个道理啊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非和合，也就是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木绳所成，今欲名随是等世间。因为呀、你这个眼睛有毛病，有这种红衣子在眼睛上，所以看这个灯光就有了圆影了，有了五彩重叠了，千变万化这个样子。金玉名随呀，你现在想要给谁起个名字，是灯啊或者是剑呢？你说是剑是灯，那么没有眼睛毛病的人怎么就看没有这种阳光呢？这灯是没有这种阳光的，你说是剑，那么是剑，那么没有这个省木的人为什么他也看不见这种五彩的圆光呢？啊，所以你也不能说是灯有这个圆光，你也不能说是剑有这种圆光，只有这个有眼睛有毛的人，有毛病的人才看见这个别有圆影五彩重叠的。你所以也不能说是灯有毛病，也不能说是剑有毛病，何况分别非灯非剑。况且你在这里边又分别说这不是灯有五彩圆光啊，或者不是剑有五彩圆光啊，非灯非剑又不是这个灯所有的，不是这个剑所有的，根本就不能分别这些个问题的。不，谁得又叫阿难说是啊，绕此灯彩，才非省人，何不同见？说你说是，如果这个圆影啊是灯现出来色，那么眼睛没有病的人他为什么看不见？而此圆影为省之观呢、那么这个圆影就是眼睛有毛病的人他才能看得见啊。要是见色，你假如要说是这个圆影啊是眼睛看见的色啊，见已成色，这个剑呢已经成为色，有形质的了。再比省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？那么既然剑你要认为它是个色，再比省人那个眼睛有病的一见圆影的，那又应该叫个什么？你说一说看。福寺
恶难。那么恶难呢，没有什么话说在这个地方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佛啊，才又说佛赐，我再给你说一说恶难。绕此圆影，离灯别有啊。这个圆影离开灯，还仍然有这个圆影。你说这个是剑有的这个圆影，那么，在河旁观，屏障几砚，有圆影处，你就啊应该看见这个旁边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圆影处，那这屏障啊几砚呢，都应该有这个圆影处才对，离剑别有啊，离开这个剑啊，另有这个圆影，应非眼主啊。你这个不也不应该是眼见了？那么这个剑是眼见呢？别有，那就不是眼睛所看见的了，那是旁的物质都有的。云何省人目见圆影？为什么说就单单呢？说这个有毛病的，眼睛有毛病的人，他才能看见那个圆影呢？没有毛病的人为什么就看不见呢？是故当知啊，因为这个你当知，色实在灯，这个圆影这个色呀在灯，见病为影，因为那个眼睛有这个毛病了，才见出这个圆影。影见俱形啊，你这个影和见呢，你这都有了毛病了，见形非病啊。你这个见和这个形啊，要没有病的话呀，终不应言。你不应该说是啊，是灯是见。你也不应该说这个见圆影啊，是灯啊，或者是见。于是中有非灯非见。你说在这个里头分别啊，有非灯非见啊，你分别这些个妄想分别。入第二月，非体非影。你就好像啊，你看见有两个月一样。你也不能说哪一个月是那个月的本体，哪个月是那个月的影子。何以故？什么缘故呢？第二之观呢？你第二月看见的捏所成故，你捏着眼睛啊，令眼睛啊才看出两个月来。故诸有智啊，因为这个，所以啊，一切有智慧的人啊，不应说言呢，此捏根源。你不应该说呀，这是捏的，看见第二个月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形非形，是有体性啊，是没有体性。离见非见的啊，你也不能在这里头说这个见有了毛病了啊，此以入世啊。这个我说的这个眼睛所生的毛病也是这样子啊，视目啊，入视，目神所成啊，这是眼睛有了毛病才看见这个样子，这就是啊，这个世间一切山河大地方浪无舍。一切的形象，无非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自性上啊有了毛病，才见出这些个形象啊，好像真的。实际上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入露已入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今欲名谁？现在你想啊，叫谁叫这个是灯是见呢？何况分别
非灯非剑，何况你再生一种分别心，说这不是灯也不是剑，那么由这个分别心呢来这么妄自分别，